这个是南港区，台北市南港区玉成公园附近的一个福德宫，原来是一个非常小的、非常小的这样一个土地公庙，可是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，哎。那你现在看到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殿，那是日前才做起来的啊。那现在它有一个玉成公园51号，中和南路51号，民国73年安置的。建工史坛。民国73年，他是说建于这个嘉庆18年，已经172年。71年的时候，规划为玉成公园，这样。好，这 ，OK， 这边有一个金炉，这金炉也是最近才弄的，这么漂亮哦。哈，这里是我的终点，这里原来是公园的一部分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是公园的树，最近。有一段时间了，我看到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看这个树的树是往这边，这边是整个树是往一边倾斜的，这样。然后这边前几天我看到它这个。地是水泥，这个水泥还没有弄起来，是有那个铁丝网在这个下面。那现在打了水泥了。以前这个地方很多人在这边休憩，现在做了一个亭子。那我不知道在公园里面做这个亭子是有怎么样的合法性。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是环保署辅助办理这布告栏吗？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公园路灯管理局的一个，是说施工期间，它是整建工程，南港公园等设施整修工程，从10月11号到12月29。那原来这边是完全都是这个木头的椅子，然后这边说为了大家有一个舒适的休憩空间啊，所以他要做这样的一个公园。可以看到这个公园的这个柱子挺粗的。